华林反捕风的案件，去年正轰动，有那逼这华林县政府将这间公司撤销，有那温顺公卖店主题条例，而且华林县政府啊所定的条例，今仔总算上机机会会被二套、三套进行定数，不过环保团体高调抗议。咧表态对港府版本的退步条例补补案，环保团体也抗议标记伫华联关机会里头表态抗议，因为港府答应因的代志拢无做到，非常欢乐。这个草案若是通过，未来将会有更加侪空间。这就会的宗旨就是距离一定还是要拉开，那原基法一定还是要纳入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农舍这个部分，其实我们也还是强烈希望，因为他们也是有居住的事实。机关积极关注伫制定新设的铁布场管理组织条例时，捌答应，逐个月召开一摆平台会议。不过实际上只开一摆，另外新的条例若是通过，不妨紧的会当重新申请。那呢，这一年的定情抗议有啥物意义？我方再来申请设置的话，他会不会过？如果他照现在所有的条件，现在这新的版本，新版本如果他都有遵守，他会过。政府的决定应该是要有诚信的，但是你们县府到今天送到议会的自治条例里面，并没有按照你的决定去做承诺。目前条例较受争议的，包括铁布业、距离徛起三百公尺、摆渡农舍、甲园区活动一环，法案七大项，要一一审查，有过十九才有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